好，结盟数十年的福慧爱心姐妹会，之前在媒体报道当中得知，爱华联食物银行目前最缺的物资，其中一项就是成人纸尿布，因此特别在28号的下午捐赠了8箱尿布，并且是亲自到食物银行，希望借由抛砖引玉，让更多人关切食物银行物资的挹注。一箱箱的物资陆续从汽车上卸货，搬往爱华联食物银行。这些全都是福慧爱心姐妹会所带来的爱心，因为他们日前在媒体报道中得知，食物银行中最短缺的物资，其中一项就是成人纸尿布，因此特别在28号下午捐赠了8箱尿布，并且亲自送到食物银行。十几年的，我们的姐妹会就是有一个基金，全部在做爱心的弱势团体的工作。只要地方的需要我们帮助，我们就会出来帮助。我们这里其实比较欠缺就是成人纸尿裤，所以他们特别这一次就捐赠了8箱的成人纸尿裤，而且他们非常贴心的有分各种不同的那个大小，希望能够符合有需要的民众的不同的需要。欧美华指出，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有不少家庭因为收入锐减或待业的关系，生活经济都陷入困境。而施工所也持续收到各界善心人士、公庙或企业捐赠的民生物资，进而催生食物银行的建制，让物资与爱心可以发挥到最大效益，也让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及时解决无米之炊的困境。记者徐立勤，华联社报道。